哦，所以那个。所以他早早就教新手玩的哦。好，我听。纳刀中下，首先在纳刀中下使出飞翔爪吧。哇，有戏！我操！然后这样子，然后这样，嘿咻，一送。好，下一步，抓紧后。攻击魔物使之畏缩，成功抓紧。好，攻击抓紧魔物，还要出来了啊！啊，一二三，快一点，我耐力没了啦。没耐力了，好来了。应该让魔物使其胆怯，怎么让他胆怯？嘿，嘿，这样子吗？哦，没体力了。等下，他怎么畏缩？我怕把他敲死欸，还是他不会死？应该不会死吧？肯定是用错武器了嘞。拔刀瞄准投射器。哦，他晕眩哦。哦，白痴哦。一送，肉质下降之类，比较不会被弹开。如果攻击弹开的，好，哼。既然不会死的吗？那可以是玩的、欸。哎、欸，你有白发、欸，中分哥，你有白头发耶！全弹发射，白车倒地啦！全是他，哪里又是他？哎，你好。乖一点，来乖。抓紧进行抓攻击。好，按右键。冲啊！抓攻击！是啊。是啊。你嚣张就只有现在了。糟了，魔物生气了。先离开静观其变，我不要啊！
我打到你消气为止。哇，那我也很强，只是实战里面学会的。辛苦你了，兄陈爪龙，不对，对，陈爪龙，大兄，不是陈爪龙，但是大兄柴龙，哇，叫错人的名字，丢脸，糟了，我怎么了？不下来了，我就静静看着你装逼。去爬一下文哦，互相帮助的精神，等我一下哦，爬个文 ，PC 互相帮助的精神。什么鬼？有人打了，可是他是说要任务哎，来打任务看看，试试看喽，参加。任务，等一下，怎么又是这种的东西？不打不打不打，打进阶任务，怎么又是这种东西？不打不打不打，没有啦，等我一下哦。哎，你改这名字，我敢反话，你是谁啊？天啊，你谁啊？对啊，我看他们是说打主线任务欸，所以我刚刚打那些调查自由都是打新双的呢。哇，怎么会这样？哟，我认出这个猫头，那我记得你是 XIA 吧 ？XIA 哦。哇哇哇哇哇！很笑、哦，他是十次猎人任务，哈！玩文字游戏呢？
好远哦 ，Tessy。我以前也都是记头像的、啊，反而那种名字的真的是很难记，尤其是早期退曲，一大堆名字，哦，够难记了。我就静静看着你装逼。屁嘞！什么垃圾判定？等我一下啊，再捡颗石头。靠，不是，你说你叫黑月，我就知道你是谁了。我的天哪！干结冰，没关系啊。你冰原买了，你可以来下面集会所问啊。我打到什么鬼翅膀哦？
哎、欸，啊，那个谁，张军，我问你哦，你是都打主线任务的吗？你都帮你朋友打主线任务才过的吗？我只是要问这个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没啊，主线你过你的啊，啊，其他你要我们一起玩的可以啊。哦，好，主线任务，好，行。那今天就先来解成就吧。突击龙大骚动，那这个可以，这個、可以。因为你朋友从创一只男角，她是女生吗？因为通常只有女生才会玩男角，没有啦。像酱油也是玩男角。那时候叫他买冰原，跟他讲说，你冰原那个男生有裸上身的，然后再配猪猪头套，你就可以当你的抑制住了。他就有点心动。冲啊！对啊，是学妹哦，学妹耶！呵呵，对啊。真的会玩男角的男生不多啦。跟你讲，玩魔物猎人，你能在路上看到男角，那真的算是稀有动物了。等一下、喔，这个位置，发射，大金，这根到底是干嘛？超长哎、欸！突击龙大骚动，你们打完了。狩猎大凶财龙，我们走去打你的老大，出发 ，Go go，Let's go。我记得以前不会玩魔物的时候死在这个任务。我第一次狩猎敌死掉，我记得是哪一只啊？骨锤龙，因为那时候探索不知道探索什么鬼东西的，那最后叫我打骨锤龙。那时候真的是想不开才拿狩猎敌，可是现在狩猎敌又好强哦，可是没。